遇见阳光遇见你还未播出，罗云熙官宣新剧，女主是当红小花。在这部剧中，罗云熙虽然说饰演的并不是主角，只是一个配角，但是她却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而且也正是因为这部剧也让大家认可了她的演技，并且罗云熙也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古装最好看的男神之一。现在距离香蜜沉沉烬如霜这部电视剧已经过去很长时间，而罗云熙也出演了多部作品，比如说像白发王妃以及前客。前客这部电视剧是一部职业情感剧，这部剧从开始拍摄到现在还是备受大家期待的，而且前一段时间也改名为遇见阳光遇见你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应该很快就能够和大家见面。现在这部遇见阳光遇见你还没有播出，罗云熙又有一部新剧正在拍摄当中，即将要杀青，那就是月上重火。而且在这部剧中除了罗云熙之外，女主则是由陈玉琪饰演的。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陈玉琪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，资源也很多，也算得上是现在娱乐圈里的当红小花。